超神准外线揭开比赛序幕。这就是灌篮魔王赛登场，由中国男篮第一人易建联为首，加上 NBA 篮网队球星丁威迪、前 NBA 球星马布里和 CBA 球星李慕豪，两两助阵两大阵营，四大魔王交替与球员们上场比拼。易建联，连个真打呀！牛逼，跳投命中，真打！丁威迪交给易建联。哇哇哇回来一记火锅，知道我们平时跟他们打是什么感觉了吧？他们真正的易建联转身内线，啊啊哎，力量不吃亏，但是欧阳跳投命中。易建联不愧是大魔王，逼得追听队使用领队时间，只要领队上场得分翻倍。主动防守易建联，终点超交给周杰伦。哇哇，两分命中，杰伦哥，哇，变成易建联。没想到这个易建联防守我也是啊，防守挺认真的，早知道不给他看演唱会了啊。魔王赛激烈程度就是不一样，而 ETV 的星光云 ETV 播霸也即将在近期推出，台湾网络独家，千万别错过喽。